家好。又开始下雨了，非常不稀奇。这就是我的热播。可以开始我们回歌吗？好，那现场的那个我。短暂的，很快的，我们换一下曲目。刚才有点错乱，因为一开始是说要唱，单恋曲。对。但是我发现呢，也是因为那个台下的尖叫声不够欢呼，不够热烈。我们可不可以再重来一次？我们再重来一次好不好？我再出来。对。大家不好意思哦，我们要拿出，我们要拿出那个 MIP 的那个有没有？戴上墨镜了以后，洗脑，重来一次，让我们待会儿呢用最热情跟。掌声尖叫好不好，现场的朋友们不要只顾着拍相机手机嘛，我们的那个工作人员准备好曲目的话，我们马上就要用掌声跟尖叫欢迎今天的女主人 Tyga 蔡健雅耶、yeah!好，这是单恋曲，
掌声谢谢谭雅，谭雅在健雅刚刚带来这一首好听的单恋曲。单恋曲，对，第一次现场唱，哎，这首歌不容易唱。其实听起来就真的是不好唱，真的不好唱。那今天其实非常开心，因为在这个我们周六午后能够听到谭雅、蔡健雅在这个音乐花房开唱，而且十一月就即将在台北小巨蛋了，今天可是免费场次，直接唱给大家听哎。谢谢今天大家就是可以抽空嘛，然后即便。你看我每次出现的时候，雨就会跟着我一起出现，你知道？所以大家要记得，下次我有户外的任何的活动都要带伞。所以今天看到有很多朋友都非常的了解我。不过我觉得台下的朋友还蛮开心，因为其实刚刚大太阳真的超热的。对，其实刚才你说我的名字的时候，蔡健雅，然后突然间太阳出来，对，我有一阵的那种希望，好像看到极光的样子。但后来他又走了。不过这个音乐陪伴着我们，相信呢今天都会非常舒服的啦。但是今天我们要聊一聊专辑，因为其实很多朋友们一看到这个天雅发声，你就马上要去收藏一下，每一张专辑都是必备。不过这次特别提到专辑，好像有提到说是最坦诚，什么意思？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最坦诚？难道之前专辑比较没有那么坦诚吗？当然不能这样说。我觉得我的音乐一直以来都是发自内心的，但是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很选择性的去就是说在音乐上你想说什么东西，然后你想分享什么东西。那么多年以来，其实我觉得我会选择去分享的那块自己都是一个非常坚强、非常独立、非常理智，很会安慰人还有安慰自己的一个那一面。但是我觉得其实那么多年以来，我一直都比较会比较压抑住一块的自己，就是可能自己觉得比较灰暗的一面，然后甚至说我会觉得好像我在大家面前我就是要很优雅，然后就是很有礼貌，然后可能有一些心里的话，就我其实我说话还挺直接，只是有时候会觉得 you know、还是比较手因为存一个突然间知道安分守己、okay. 对，所以呢但后来在这张我发现可能是自己经历一段内心的一些挣扎，然后后来我就觉得说我应该先把这一块我觉得不好的自己，我自己觉得比较灰暗的自己先放出来，先不要让他下，就不要对他下任何的判断，甚至是去接受他，或许我会成为一个更完整的自己，这样子。确实是这样子，因为我有访问过几位创作歌手，他们说每次在创作的时候，有时候可能比如说是感情或生活不顺的时候，把它写在歌里。其实那一次每一次在写下来的时候，又是在面对一次痛。对。其实大家听出来可能就是一首情歌，但其实在面对歌曲、面对到自己的时候，有时候会选择隐藏。所以这一次是完全的坦诚，让大家听到最真实的一面。谭雅、蔡健雅的话，就是要仔细的去聆听。看看这个歌词你在写些什么，这很重要。像我们歌 DJ 就很喜欢，每次翻到一张新的专辑，就看看哎有没有谭雅那个创作，就发现、这首歌是，那就先听这一首，非主打也先听。但是今天呢，其实我们说到这个专辑叫做《天使与魔鬼的对话》，感觉像是你有一个两个分身，是不是？对，其实我的分身其实是一个还蛮就是可怕的一个声音，所以对我来就会常常会否定我自己，然后否定我的存在。对，否定我的一切这样子，所以我很多年都面对着这个魔鬼。但或许我觉得这样回顾以来，其实或许真的就是那个魔鬼一直帮助我，就是把我往前推。因为就即便我有这个声音，其实还是有一块的自己非常的好胜，就说好你这样说我 you know 我就正面给你，我不是这样子。好正面的想法，所以即使是有负面的想法都要把它想的，对，这个、一首歌曲可以让我们大家也来听一下吧。当然，我现在就要唱这首歌了，叫做《天使与魔鬼的对话》。掌声欢迎，谢谢。掌声，谢谢。说他不明白为何
个爱，他总是说我假，我越管不如假。外面是说话外高外强，是也却突然不懂说要分开。这心想就仿佛闭着灯，层层彼此下来，才伸出原来存在。是一抹白的花，爱就注定注定，唯有花是巨大也破裂。爱怀疑他是否该，该不该爱上我这样的爱。只是有点无奈，越飘越近，我就莫名也想跳开。真的各种恐惧障碍，我不积极去面对，养成永久习惯。看着天和地之间的人们都在陷害，心想我被迫在。是一抹白的灯，爱就同一片云，唯有怕失去爱又何必爱？怀疑他是否该，该不该爱上我这样的障碍，我不积极去面对，养成永久习惯。看着天和地之间的人们都在相爱，这心想我被困在是与魔鬼的对抗。爱就同一片云，唯有把失去爱又化为爱。对话，刚刚有特别提到了这一首歌有那种叫天使跟魔鬼之间的一个挣扎对话，但是我个人更喜欢的就是除了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一位天使谭雅之外，我们还今天邀请了另外一位特别嘉宾 Ladies and gentlemen， 让我们掌声欢迎蔡老师，真真真真我们的谭雅蔡健雅马上要化身为大家最喜爱的灯蔡老师登场。我是蔡老师，欢迎来到 Tanya's 团发吉他小教室，然后音乐花房之音乐花房。我们音乐要麻烦在这个衬底一下，是不是？好，蔡老师，他们有准备吗？也没有，所以好，没有关系，没关系，有点登场进去。我们要让大家知道 Tanya 为什么突然变成了蔡老师，可以跟大家解释一番吗？你说今天吗？对，因为今天我们要邀请另外一位很有潜力当。蔡老师的助理吧。蔡老师的助理，今天我们要邀请到的这位是陈同学。陈同学在哪边呢？陈同学 ，Hello。哦，陈同学已经就位了。听说今天呢，蔡老师就是要马上来指导，因为我们的潘雅蔡老师很喜欢分享，当然弹吉他创作必备的。今天我们就要来教一下我们今天这位小助理陈学生、陈同学，看看他今天吉他弹得怎么样。马上掌声欢迎陈同学，我们让。掌声鼓励，一起在旁边欣赏一下好不好？掌声鼓励，欢迎陈同学带来的表演。哇，
很期待。要唱什么呢？还要唱唱首歌给大家听。嗯，好，今天要唱什么歌呢？我们请同学姐姐来跟大家说好了。好，我们声音可能要开一下，麦克风，麦克风把它调整一下。一切到位了以后，我们蔡老师是用最严格的吗？我没有严格，其实我还蛮遵守很多根据。我变蔡老师的时候，哦，真的吗？他是让我有一个出口，因为其实我讲话有时候会很严肃，然后找不到字的时候我就更严肃。但是蔡老师就是那种，你懂，即使犯错，你就会跟大家说，人生就是会犯错，所以会。你要比较放松一点。好好的老师，为什么我们在学的时候都没有碰到像这样子的？因为你们没有请我上去你们的学校。好的，我们请陈同学自我介绍一下。我叫陈冠宇。今天要带来的歌曲是《天使与魔鬼的对话》。哦，马上掌声欢迎陈同学的《天使与魔鬼的对话》。我实在不明白为何我那么奇怪，他总是说我太不乐观，不容易猜。那天是说我可爱可爱，到深夜却突然动不动说要分开。我心想这房子壁纸当层层被撕下来，最清楚原来存在也是与魔鬼的对话。全同一片阴霾，会让我把失去爱又发悲。怀疑他是否该还不该爱上我这样的男人。掌声欢迎这个陈同学带来非常精彩的表演。陈老师觉得非常非常不错，老师好，非常不错，给你掌声，自己给自己一点掌声，大家也帮忙给一点掌声好不好？觉得好听吗？好听的话，掌声更热烈一点嘛。哦，今天现场人这么多，但是蔡老师如果硬要说要在这个指导一下，你觉得有什么样的一个建议可以？哦，今天是我第一次听你的这个版本，我觉得很有创意，就是有你有就是把它抓出来，然后玩出你自己的风格出来。那我觉得这首歌，因为其实它有很多很多的 blues 的东西，所以我觉得你即便你可能一些弹的方式可以再更 shuffle 一点，就是找到那个重的，对，因为现在有时候会变得有点碎，所以会抓不住那个有时候你那个 shuffle 的东西会比较有力道一点。然后你唱的时候也要唱那个 blues 的那个音。他说他不明白为何我那么奇怪，不是怪，那个就有差别，有没有？哇塞，蔡老师马上这样子一说，这感觉一首歌可以有这么多不一样的唱法，而且完全的感觉就不一样了耶。怪，那怪就很完全不一样。对对对，所以那个 blues 那个地方，你可以真的就是在那边玩更多，对，不用那么的安全。你弹一下，你弹一下。而且你一定是第一拍是 one， 只要说的不明白，不是在第一拍唱。One, two, three, four。他说的不明白，为何我那么奇怪。哇塞，马上就抓到了诀窍，有没有？所以其实它是因为蓝调都是就少就是降半音，然后你往上，不要唱太准，不要唱太准，可以这样说，就在低一点。我觉得是那感觉是比较销魂的，那个声音啊，有没有点那种感觉？一听到了以后就哇，整个魂都飞出去了哇！今天我这个陈同学再一次的热烈的掌声，谢谢我们的陈同学，还有蔡老师认真的指导。当然，今天这么用心的学生，你知道，当他的表现不错的时候，是不是要给一点奖励？蔡老师，
今天是不是特别也准备了？听说你准备了一个非常棒的像，要在上面签名给他。这个像当然有特别的意思了，有没有？这个完全不是我的风格，但是我最近走可爱路线嘛，所以今天也是用这种粉红迷你像哎。有没有很适合万宇？当然，这个像呢，如果熟悉这个谭雅的新专辑的话，你也知道里面有一首就跟像有关，对不对？当然，这个像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意思，祈求平安祝福。所以我们就要把这个可爱的小粉红迷你像送给我们的陈同学。谢谢你，要记得储蓄哦，储蓄是一个好习惯。要存钱，要存钱。然后听说还有另外一个很棒的，就是这一张新专辑《天使与魔鬼的对话》铅笔签名专辑，也要马上送给我们的陈同学。我们同学也太好了吧，一次享有两张签名的包括。要写名字。好，特别写给。冠军的冠，好，过来，就是可以讨厌是宇宙的宇，对不对？宇宙的宇，讨厌蔡老师，对，是写中文字不要太讨厌。下次可能要准备一个那个英文名字。好，谢谢我们的陈同学，我们也跟陈同学拍一个照好不好？让我来帮你拿一下麦克风。陈同学这么优秀了，跟我们的蔡老师和一起，应该是要往前站一些，往前站，然后再往右边一点点，好，再往右边一点点，再往右边一点 ，OK， 好，再过去，好 ，OK， 可以，好，看一下前方，摄影师，谢谢。好，从左手边好了，最左边这边包括有这个电视媒体朋友，还有左下方的平面朋友，好，左下方有看到吗？左下方在招手的这个白色衣服这边，对对对，不好意思这个白色衣服这边要先拍一下。然后后方呢，有看到了我们平面的媒体朋友，然后正下方有坐着的跟蹲着的哈，坐下正下方，然后再慢慢的移到右手边也有蹲着的朋友，好，然后右上方这边是我们的电视媒体，以及最右边的这个，好，都有拍到吗？好，我们在侧身是不是最右边这边？谢谢。中间如果要不拍的话，再跟我们说一下，好。好，都有拍到吗 ？OK， 谢谢蔡老师，谢谢我们的陈同学，谢谢陈同学。好，我们马上，哎呦 ，Magic， 哎呀，你回来了 ，Magic， 回来了，那让我帮你赶快把这个好朋友给收起来啊。而且很好笑，因为其实我后面要唱的那首歌，其实还没有变中文词的时候，那个歌名叫 Magic。我突然间想，突然想到，所以那首歌叫本来叫 Magic， 它的原就是 demo 的版本叫 Magic。如果能够听到的话也是不错，但是11月23号去演唱会，你就会发现有更多惊喜。11月23号非常棒，现场是不是有很多人？好像听说已经买票了，要准备前往。我们一起相约好不好？11月23号，台北小巨蛋，美丽突然发生，相信一定会非常的美好。哎，那在这个之前，其实你明天好像就要往去北京做宣传了。对，我明儿就要去了。所以今天不赶快在现场听听您唱的歌怎么行呢？下一次见面我们就是11月23号的小巨蛋了。是的，所以今天马上要来再一首歌曲好不好？刚刚我们有说到这个像、这个像今天呢我们也可以听得到它，被驯服的像，被驯服的像，是马上来欢迎谭雅蔡健雅，谢谢，掌声欢迎。是为才能够融入这世界，每个人的脸上都像是贴了针一样的假面，想不起我在做什么，想不起我在想什么，想不起路边摄影机到底发生了什么。一步在越狱，我惊觉自己在原地踏步，到底是谁把我心蒙住的想在糊涂。彻底被这团迷雾困住，谁能够指引我一条路带我走向前进？找不出融入的态度，
空气里充斥着虚无，说什么都掩饰不了我这句我人的局促，想不懂自己怎么了，想不懂世界怎么了，想不懂心里深处到底变成什么了。你不在乎，我惊觉自己在原地踏步，谁把我心梦之想在乎。我就彻底被这团迷雾困住，却不知引我一条路走上征途。人生，我需要承受，这样你的必须我的成就，在你这边遇上。这首被驯服的象，谢谢。好听吗？好听的话，11月23号我们约台北小巨蛋《美丽突然发生》，因为今天的歌曲都演唱完了，准备要把时间给我们的媒体朋友。但是呢，也要先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除了蔡健雅、蔡健雅发行一张新专辑之外，11月23号不是《美丽突然发生》吗？当天还有另外一件大事，是不是蔡健雅的那一个书已经要在同一天发行，对不对？对对对，叫蔡健雅的自我自我派。是，演唱会看完之后，不妨就可以买个书回家看一下。是，有一些跟旅游有关的，还有一些烤甜点、烤派的卡。哇塞！教大家怎么就是做那个面皮。所以希望大家非常期待11月23号，好多事情要发生。那当然呢，先让我们这个谭雅今天这么美美的出现，还没有单拍一下，我们先帮你单拍一下照片好不好？好，让我帮你拿一下麦克风，我们先拍一下这个个人的独拍。好，我们先站这个位置好了，大概在这个位置好了，这边第三条线的位置。好，我们看一下正前方这边位置，不知道行不行呢？好，看一下正前方穿白色衣服坐的这一位，然后左右两侧呢也刚好也有这个平面媒体朋友们需要再拍。好，对我拍到吗？好，那看一下我们的上方就是电视媒体朋友们，这样很快的扫一轮。好，平面媒体还有需要照片吗？好，中间，好，中间坐的这一位，谢谢。好，那稍微大家再稍微等一下哈。那待会儿呢，我们歌迷朋友们，如果你刚刚已经听完歌曲，觉得还不够过瘾的话，其实《天使与魔鬼的对话》今天在现场也可以买得到，在面对舞台的左手边，我们有博客来。待会儿记得买完专辑之后，大家就可以慢慢的稍微移动到左手边，我们待会儿在面对舞台的左手边开始进行排队，然后会从左手的舞台上，右手的舞台离开。所以如果手边有这一次最新发行的《天使与魔鬼的对话》专辑，或者是11月23号在台北小巨蛋的《美丽突然发生》的演唱，换门票都欢迎你加入我们的签名行列，在面对舞台的左手边。天哪，我今天好感动哦！所有的歌迷朋友都非常的乖乖的、慢慢的。我看到其他的那个有一些歌迷朋友是那种疯狂的、用奔跑的。好，谢谢我们的媒体朋友，还有我们的歌迷朋友配合，我们一样在这个位置进行媒体。